已经继续造型了。上一集讲的东西到 understand 了吗？就是那个赵云。再试一下，爹爹抱，嫁出去。嗯，现在没有哦。我们要先把主线没有东西弄完，然后等一下继续讲里面的东西。这边可以升修身。平小玲，据昨天的真机，应该回血了吧？应该弄到现在我们的兵好多。我们最后再教造型啊，嗯，好像是新手。欸，我学那么快哦。给你们看我的那个啊 ending 的话，就继续叫丁宇轩。上一集讲到了颜如玉、刘如是。然后郭襄嘛，也是我们的长平公主。那这个是全少一座，你可以让属性叫成。然后可以高阶，这是目前排行榜。